刘浪嚟到最后直路先嚟开 turbo 爆出护级力量，就算佢哋俾郑丽轩顶入，二十二分钟就落后0-1俾杰志，都可以连追三球反胜，仲系有睇头嘅入球添，扯得咁靓嘅系林家伟，刘浪七分钟后追平。你几可见刘浪可以压住人哋前场嚟踢噶，足之搞到南美摆乌龙，半场反超前2-1。联赛失波最多嘅流浪，靓波俾人入到馆，又几可好似文家咁整到脚窝里世界波出嚟。连和三场嘅流浪，结果赢3-1，今季联赛第二次赢波，暂时以1分之差超越踢小场嘅华家宝，升上尾二。